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这个爆款的 HANA 多功能长钱包哦。HANA 多功能长钱包呢，它采用的是很优质的这个十字纹皮革来制成的，所以包包呢，钱包看起来呢，就是非常非常的 premium， 非常非常的高品质。这个皮革呢，它是很容易照顾的，我们的这些钥匙啊、刮刀或者是我们的首饰刮刀呢，它都不会留下任何的刮痕的，是非常非常容易照顾的一款皮革哦。一看上去呢，这个 HANA 长钱包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级，它的quality是非常非常的高档，非常的 premium 啦。然后呢，它设计呢是采用这个很高级很优质的这个拉链来设计的，这些拉链吊饰都是很厚实的，所以呢你不容易拉断它的，拉链呢是非常非常顺滑的，即使你在这个转角处呢，它也是非常顺滑的，完全不会卡卡的呢。打开来的 HANA 呢就是这样子的，它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卡片，这边呢有十个卡片的位置，这边有六个卡片的位置，所以呢你总共可以收16张的卡片。然后呢这边呢也还有两个大隔层，你可以收单据或者是你要收卡片也是行的呢。这边呢也有两个大的钞票隔层，这边你可以收大钞，这边可以收小钞，再加上这边还有一个拉链零钱的隔层，这边拉链零钱隔层呢也是非常顺滑的，零钱可以放很多，或者是你还要放法式首饰在这个隔层也是可以的哦。然后呢 HANA 呢它的这个厚度呢是不会非常厚的，它只有 2.5cm 而已呢，它只有 2.5cm。 那如果你的电话是 6.2 寸以下的电话呢，你也可以放在这一个隔层内呢， 6.2 寸以下的电话是可以收进我们的 HANA 长钱包的。装上电话后的这个 HANA 长钱包呢，它也只有 3cm 而已，3cm 而已，完全不臃肿不厚哦，手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HANA 长钱包呢总共呢有三个颜色呢，这个就是很经典很百搭的这个黑色，然后第二个颜色就是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墨绿色啦，第三个颜色就是这个很鲜亮的这个灰色，卡其灰色。HANA 长钱包呢，你除了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长钱包之外呢，我们也会配送大家一条这个很美丽很高品质的这个手腕带，你可以把它吸在这边当成一个手腕包来拎哦，拿去宴会拿去 dinner 它都是很高级的。除此之外我们也会配送大家这个可以调节长短的细肩带给大家，大家可以把它挂在这个 HANA 的旁边，然后背在身体，背在身上的 HANA 长钱包呢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也不用担心你的钱包忘了拿忘了留在哪里哪里了，把它背在身上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HANA 长钱包呢你要买来送自己或者是送朋友送家人送妈咪送老婆它都是很适合的，它有一个这个很精美的这个盒子，厚实的盒子，烫金的，很高贵，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防尘布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送礼佳品哦。好啦，我们的 HANA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啦，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它的尺寸它的隔层它的价格，都欢迎你们 PM 到我们的信箱来查询哦，谢谢大家。